八是因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白凤九儿走红，很灵动可爱的小弧线，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八的古装不够好看。看看烈火如歌的烈如歌，秦时丽人明月心的公孙丽，与刘亦菲和刘诗诗这些古装美人相比，热巴的鼻梁高挺，五官立体，有一种异域的美，演绎古典美人确实有点吃亏。白凤九这造型还是美美哒，热巴的古装还是比较挑造型的，这是他三年前拍的一部古装剧，造型非常惊艳的，还有难得一见的男装造型。这部电视剧叫《六扇门》，广西卫视正在播放，也是腾讯的独播剧，讲述了明朝中期京城发生了一桩杀人案，由林峰扮演的申立行和迪丽热巴扮演的苏一清联手查案，揭开一桩惊天大阴谋的故事。迪丽热巴和林峰组成的破案 CP。 电视剧一开篇，苏一清是齐王的贴身侍女，对齐王忠心耿耿，在齐王回京的路上，他们被锦衣卫半路追杀，申立行拔刀相救，两人一见倾心。申立行有一个未过门的未婚妻龚瑞熙，看来又是一场三人虐恋，武功了得，偏偏家公子能把清秀与硬朗融为一体的。之前看到的最好的女扮男装造型还是张柏芝的白玉堂，斗篷下的一张脸惊为天人，笑起来巧笑嫣然，那时的热巴还有些圆润，脸肉嘟嘟的，显得五官柔和了一些，这是明朝贵族女子的装扮，百褶裙、绣袄、披肩。剧中苏一清的装扮，头上挽着中国传统的髻发，右边是两个玉簪。